为了就近照顾关怀长辈，真侪社区拢有成立关怀据点，规划多元学习课程，以及提供用餐服务。新港乡民郭俊新遵照父亲在生进前的遗愿，准在送葬费用分别捐赠30,000元，予溪底甲定兴社区作为关怀据点用餐的加菜金，照顾长辈饮食健康。面对高龄化社会来临，真侪社区拢有成立关怀据点，来就近照顾地方长辈。新港乡民郭俊新遵照父亲的遗志，准在送葬费用分别捐赠祭奠共餐经费，和溪底甲定兴社区替长辈加菜。俊新，哦，将爸爸，哦，各社团慰问爸爸的电影来捐出，来溪底社区定兴村社区的老人共餐基金各30,000元，然后各加上一个社区百里基的快筛测剂。来照顾咱乡亲时代，哦，咱乡亲哦老人共餐的机会搁较充裕。郭俊新指出，家己参与真侪民间社团，所以真感谢中华扶轮社、救国团、甲新港赛主会这三个社团，愿意做伙共享成绩，共同来照顾地方的长辈。中华新闻叶宏武，新港采访报道。